每个女女心目中都有个公主梦，太太都不例外。为了一圆太太的公主梦，我们今天太贤一家就来到最新开的童话世界农庄。乜太太才有公主梦的咩？我都有啦！好多白色的妈妈，真的好像童话一样啊！太太公主，不知道你想不想面同我这个白马王子一起乘搭马车呢？第一次坐马车，感觉真的很神奇啊！除了可以乘搭马车，还可以近距离同白马接触添。童话故事又点少得小动物呢？嚟啦，太太公主，试下同啲小动物沟通啦。呢度仲有一个虾比村，大家一起变身虾比人，影翻旧本啦！咦，这个唔通就系传说中嘅魔界？玩咗一日，就算系公主都有攰嘅时候。呢度周围都可以有坐低休息嘅地方，各位爸爸妈妈都可以带少少轻食，俾小公主、小王子填一填肚，再继续玩。太太，好唔好饮啊？好饮。小朋友最爱都是各种游乐设施，彩虹滑梯、弹床、绳网阵、沙池，真是够晒放电啊！同场仲有好多靓靓打卡位。太太做咗一日公主，都系时候摆假回宫啦。下集再等我哋太贤一家带大家去其他香港好玩地方啦。拜拜。